新婚县长的推动之下，使台湾暑假内容最丰富啊，品质最好、最受欢迎的一个大型活动在宜兰。经过23年来，我认为还是全台湾最好的暑假、最好的国际性的、文化性的大型活动。大家说对不对？最好的活动在国际宜兰国际同汉节。虽然经过23年，我是去年11月6号代理县长，就投入非常大的心力啊，来参与我们今年同汉节的规划。我发现它有几个特色，第一个特色就是内容呢没有缩水，而且更加丰富。第二个呢，品质不打折，而且呢服务更加细心。那么我们办了一个大型活动，就是希望大家来宜兰来度过一个美好快乐的暑假。所以我们园区里面的服务啊，一定要非常细心，非常贴心，不要让大家有所负评。前面走啊！县长往前面走一点点，县长，县长，副县长往前走一点点好吗？冒冒进，冒进。相当的安全呐、啊，第一个安全没有问题啊、哦，第二个就是让你从高空看俯瞰整个东山河内部流域的风景，相当的美。而且你到里面之后啊，它会倾盆大雨下来，好像你到山里一样被大雨淋下来一样啊，相当的自然而且清爽。